小心小心，全都血了！啊，超恐怖的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奎丁。今天这集呢，我们就是要来秘境探险。那秘境探险，只有我一个这么柔弱的女子，怎么可以呢？所以我今天又找了其他两位柔弱女子来陪我。哎，嗨嗨嗨！哎 ，Hello， 我是飞机。早知道就不要来了，好烦的吗？那你应该就是路口了吧？然后还有另外一位柔弱女子，来，在那边。那，我听到八字，我八字很轻，怎么办？多轻？好像二两多。哇、wow, ，那你千万先不要讲自己名字。好，大家大家好。我叫子炫，很弱吧？看起来很弱，然后不太好哎、欸。声音听起来很可爱，可以吗？这是什么视角？你确定要进去？确定，确定。这里有告示牌，这告示牌是什么？这边有个危险误入嘛？看起来就是不准许进去啊！这样，哎、欸，可以吧？这样可以进去吧？我是木材，我先进来。那我把这个挡住了，可以吗？有办法吗？太胖了，太胖了。哎、欸，等你们哦。我化全妆，要来哦。后悔，我穿短裤哎。可以，来，哦，小心哦，好黑哦。我先走，对你先走，我压火，我帮你保护后面。小心小心，全都血了。我要过去一点。哎、欸，是什么啊？哇，好可怕！超恐怖的。这太不妙了吧？我不想进去。不行啊！慢慢来，拉我。我们刚刚是从那边走过来吗？不是吗？可是我们刚刚走的是小路啊。是小路没错啊，但我记得那有这么小啊，有吧？等一下，啊，那边那个是什么？